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权威其实在他有生之年是未停过呢，他将我去对比全世界任何全世界认为最劲的十大，他不断是未停过的，他所以他不是说无知咁去讲，而系佢因为佢根本好饥渴咁去不断寻找好多教导，因为佢认识我之前，佢已经系成日喺书室出现噶啦。佢常常喺书室，一有钱啊，悭啲饭送啊嘅钱啊，又或者甚至一出粮啊，佢就预咗买啲咩书噶啦。咁而呢个就系佢本身直成就系嗰个习惯嚟嘅吓，所以变咗佢对基督教系好认识噶，即系佢直成系将佢本身可以话研究，即系上到大学嘅嗰种嘅叫做。专家式的研究呢，他摆了落去研究基督教。但是咁多年当中，由他认识我第一日呢，他都会发现呢，在他认识的范围当中呢，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去及得入话的嘛。他亦不介意要讲出来的。咁、你能够想象在当时来讲，我周围都不争，我又不想跟人对斗，我又甚至即是如果你叫我免费去讲道，免费的做一生的传道人，我绝对没问题。即就算不开始教会，你叫我分享信息，你我分享我就分享，咁其实我就是一个咁样嘅身份嘅，即系本身我亦要系一个咁样嘅身份，我亦要系有一个咁样嘅意念，我先至神道住我成为巴兰啊嘛，即系有咁多嘅试探，有咁多嘅吸引，我都唔会谂住喺里边喺神嘅家里面分一杯羹啊咁样。我嘅概念就系、总之如果神嘅家俾一碗饭我，我食呢碗饭能够导致我讲到两篇讲到，我咪尽量讲。如果能够 squeeze 到出嚟讲到四篇，讲到四篇就我死，咁有都系我死。我唔会想希望神嘅家去使我哇所谓富贵荣华，我直情唔希望去亏欠神嘅家嘅。所以在我嚟讲，我喺神嘅家全职，你俾到一碗饭我食得噶啦，即系使到我能够去做到跟住下一步做到嘅嘢，咁已经我觉得够噶啦。神嘅家冇欠我任何嘢，呢个你能够想象喺当时教会界或者而家好多基督徒唔系咁谂噶嘛，系直情好似同神分身家咁噶嘛。但我当时我本身所以变咗我无欲无求嘅，即系我又唔系想。赚钱又唔系想，我甚至系放弃我父身家，即系我爸，即系有机会留俾我嘅财产同埋成嗰盘生意，我都系为咗神啫嘛。咁所以变咗我系好需要一个咁嘅人咧，其实可以话不断鼓励我，因为亦系因为我冇谂住同人争咧，所以其实我系有个习惯嘅，个习惯就系一路单归自己。所谓单归自己喺名誉上单归自己，即系话我会做到好 low key 啦。就算我其实心知肚明，知道我能够譬如做到100分咧。我都会表现同埋评论自己，其实系做到50分，近紧合格嘅啫。呢个系根本由开始教会头20年，我就已经系咁噶啦。咁但系权威就唔系嘅，权威佢见到我咧100分咧，佢会讲足系100分吓，即系因为呢个就系佢嗰种热切啊嘛，呢个就系佢对信仰嗰种嘅完全系无惧怕、刚强壮胆啊，同埋嗰份嘅率直啊，所以变咗佢当佢睇好多嘅著作啊。书籍啊，研究好多基督徒嘅生平啊，或者甚至熟人伟人生平咧，佢常常都会将我同嗰啲人比较，然后同我讲，又或者甚至同身边人讲，一话系劲过晒嗰啲人。咁当然呢个我从来喺起码我开始教会2012信息之前，我直情唔会咁讲啦，因为呢个不嬲系我自己嘅习惯嚟嘅，就系让神当我系一个消耗品咁样咯，就好似一个蜡烛咁点完就算咯，即系。这个就是我的人生，我的人生不希望赚取什么东西，我是只是想着报答的。但是亦是可能因为我这种心态，神让我认识的权威。权威就是我这种心态里面最需要的一个的辅助者。他直接是会就是说力排众议底下，他会告诉人听又是点好点好的。他会就好像一个 fans 一样，但是问题他虽然是一个 fans， 但他不是狂热的 fans， 他是一个其实是忠于现实报道的 fans 来的。好多时候我其实就算对于我身边的展明啊，或者权威啊，或者 Eddie 啊，或者我身边的人，甚至连我太太，我都会其实在头嗰侍奉的20年，甚至可以话我讲2012信息之前，其实我一路都隐瞒一啲嘢，我是隐瞒住神不嬲同我重复又重复讲的内容，就是关于我能够有机会侍奉的时候达到的身份，同埋我身上有的恩膏，同埋我讲到的各种启示，通常我是隐瞒。
一样就是说很简单，我就照做咯，你们自己去分析咯，但问题我不会将我自己去对比世上其他这些伟人。通常我会介绍弟兄姊妹这些伟人，但我从来不会将我和这些伟人去对比的。这个就是我的隐瞒，因为很多东西是没得比。就算来过我们当中的 Bob Weiner, Jessica Chung, John Messini, Robert Lairdon, 很多这些其实如果真的要在启示恩高比呢是没得比的其实。但我从来都不会做这件事的。但是问题全部就在我身边当中，你能够想象由第一年就去做这件事。咁而事实上亦系因为我冇咁样去做呢样嘢去对比啦，起码头二十年。其实好多时候我都会反而我会信咗我会系寂寂无闻过一生。其实我系咁样嘅，因为我本身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佢嘅吓所谓壮志都系为咗食饱一碗饭，跟住能够侍奉到几多系几多少，咁个人有乜嘢大嘅雄心壮志啊，系咪？咁权威就好似一个相反咁样，但佢唔系为咗自己，佢亦唔系为咗呢间教会，佢系为咗我。咁你能唔能够想象我喺权威离世之前，我可唔可以讲呢一番说话出嚟咧？系咪？因为我仍唔希望我讲咗之后，佢有少少我所讲啊，变本加厉去做呢样嘢。所以由佢第一年开始做呢点嘅时候咧，我已经冇去讲呢样嘢嘅，即系冇去分享。我相信你都系第一次听我咁样去分析权威佢一生所做。我相信就算而家咁讲咗，就算连我而家身边嘅策略家，你哋都会可以话好认同全部是一个这样的人，是不是？但问题现在大家看见了，全部是真的神摆在石安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本身石安是需要一个好像我这样是完全总之是即是完全无欲无求的，不会争这样。但亦需要一个好像权威这样，去利用每一个机会去告诉身边的人听日华是一个什么人。去用每一个机会去对比你们看，就是日华对比其他国际先知，对比全世界有历史的先知。其实佢个级数系咩？你哋觉唔觉得？你觉唔觉得佢有生之年，自佢离世，佢都系讲紧呢样嘢。但你知唔知佢由第一年就已经咁做？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那美好嘅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嘅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里是靠倚，情如恶韵诗情，永在旁是与我方向，显出意志。今我尽力尽意，但前情奉赤心真挚，偏纵赞恶将，好出外事，求能尽意了解。主旨意，立志心转入行义，全留在世，我心越持壮坚持，直到这地要终结那日子。诚然尽烈火的心志，为成就美事。不管多少测试，只盼在世实践主的意志，情上光阴，热心壮志未眠，面前如试验或有未知，坚决尽心尽意，拓展天国，献上极致。